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大家回来。那么这盘棋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申真旭对廖元赫的对局。两位棋手，我们现在好看一下他们的现场画面。这个是中国棋院的比赛现场，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廖元赫。廖元赫现在是五段吧，好像是八段，八段了。丁老师，你还活在十年前，我估计啊，没有十年，大概五六年前吧。八段他是一段一段升上去，不是拿什么世界亚军，是就是一段一段升。这太快了吧！那年轻棋手成长是非常快的啊。陈耀烨九段，这绝对已经算是老将了。好保暖啊！现在30岁以上的就绝对称之为是老将。这个陈耀烨，这是李维清啊。非常也是八段的零零后，对，八段啊，这都是八段。这个是李英九九段是吗？韩国的李英九。周鸿祎是那小姑娘，周鸿祎是04年出生，那好小啊。是，他今天对的是赵汉成。04年出生，感觉周鸿祎在这个职业里边也好多年了，也是个成名棋手了，才16岁吗？对啊，他基本上他是14岁定的段，应该是。我感觉这几年他成绩都挺好的呀。是啊，那又年轻又有实力，确实很厉害，能代表中国参加这个三星杯。对，他也是选拔选上，确实也是中国的希望之星啊。对，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没有介绍女将的对局啊，但是也希望大家同样关注女棋手的对局。我们看来看这个申真旭对廖元赫，好像之前廖元赫在比赛当中有赢过申真旭啊。那但是之前嘛，因为最近这个申真旭状态实在太好了。对，关注申真旭的话，大家可能就知道他最近是跟朴廷桓有一个七番棋，现在是下了三盘。对，然后这个申真旭是以3-0，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是吧？连赢也正常吗？正常吗？接下来好像公认就申真旭确实强啊。朴廷桓确实是辛苦一些。那我们这太期待了，申真旭的这个成长速度啊，让我们这盘棋我们来共同来看一看。就是申真旭这个现在有了 AI 之后，他的这个对棋的吻合度研究达到一种非常可怕的程度啊。是，这个应该怎么练出来呢，丁老师？可能是，当然努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啦。然后主要可能对这个棋的理解啊，确实给他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你说大家其实用电脑来现在拆棋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嘛？对对。为什么人和就是有的人就会对这个东西促进的就很大？对对对，有的人就不适应。就是我感觉，虽然我是没有太过于，当然我们也用 AI 在看棋研究棋，但肯定没有太过于钻研。但是我感觉这东西不太适合我。是不是老棋手都是这样的？对对对，感觉如果我现在要我去比赛，我要每天这样去研究，用 AI 训练，用 AI 下午。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或者乐趣感受，而且挺颠覆之前的认知的。对，就对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还会处于一种把一些固定的东西还是没法打破。对对对，但是申真旭他确实就是对这个我们说这个技术上的研究啊，他是非常喜欢也乐于可能钻研这方面的东西。确实是还是热爱围棋。是，我们看一下他这盘棋吧。然后他是黑棋，申真旭。廖元赫的白棋。革新。点33。这个又来了，基本上每盘棋都得见个一两个。对。点33的点是。长了飞了，比较的简明。长了飞，白棋点33。好，你点我也点。对，大家就走成了一样的一个棋形了，长一模一样，也是飞。对，那这个棋形呢，就是如果是我们小时候学棋，我觉得老师一定会告诉你这个白棋不对。因为这很明显中间点被黑棋占了，你看那我等于这样。对啊，这个是绝佳好点啊，再也没有就复制不出来同样的。对啊，这就是 AI 也是颠覆了我们的这个棋的理解。
这个确实就是，如果让丁老师，我想如果让你用语言来把这个东西形容清楚，嗯，可能也比较难啊，比较难，因为这个就是 AI 拿它的胜率，它是给你个结果，嗯，这样而且并不差，嗯。然后你要倒推，你要根据它这个结果胜率来往回推，这到底是去揣测它，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这样白的中间点被占了，它还不差呢？嗯，可能我们对这个先招优势啊，对这个理解还是有一些偏差。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局部那就得双方都差不多得两分我能接受，但现在可能因为随着贴期末办嘛，我们可能习惯拿这个来分析啊 AI 的话，贴期末办的情况下，可能黑的占点优它是理所应当的，我觉得，所以白棋整体上来说也是不差的。这个确实是不知道，就是丁老师刚才说，就我们是一个反推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现在就是也不知道这个理解的，甚至于 AI 告诉我们这样下黑的反而可能也不是太满意。对啊，现在觉得这个不好。推荐我们可以看深圳旭山是走在这儿，这也是 AI 推荐的第一选择，因为这个局面比赛当中也经常出现了。嗯，深圳旭肯定是非常熟练的，这个、一定是研究过的研究过的。黑棋是走在这儿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现在黑棋对于这种下法都不是很满意。对，这棋要走到这儿。不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嗯、两个同行走中间的这个要点了。这个确实也是颠覆了一些我们的围棋的观念啊、嗯嗯。这个也是 AI 带给我们的，可以说也是技术上的一种进步吧。没错，然后打入了。打入。是不是白棋也只此一战？那就是说不能。就是那对啊，那我们以前理解走这儿都觉得黑的围的比白棋大不满意，那现在走这儿了，都给你。那也太大方了、嗯、所以这还是得打，所以这个我倒是可以理解，黑棋觉得这地方发生战斗也是黑棋有利，因为黑棋就两边同行，那我先动手我没有道理不利啊，啊，不会亏，嗯，这个倒是可以理解，黑的也是不差，但是白棋呢也是就跟你战跳了，然后他是这个，嗯，横着飞一手，也是连拆带加的一个悬点。其实过去我们有一种理论，就是觉得对方只要有根据地攻不到对方了，应该就是这一方会舒服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选点真的就是他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是那还有这边呢，他主要可能这个选点应该是不想让白棋这边才舒服。啊，对，就是你打入之后，因为现在格局除了两个角，这中间一人两块。一人两块棋，一人两块呢，黑的棋里我觉得应该是先动手是完全可战的，嗯嗯，白棋呢也就是其实白棋是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那白棋主要防守好了，这地方黑棋没有占到便宜，那黑棋的先招优势得不到体现，局面变小了嘛，那你毕竟有贴目的负担在，嗯，走成这样了之后，黑的是跳在这儿，对，那白棋也是出头的，嗯，跳出去。那丁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深圳旭他的这个吻合度是特别高的啊，吻合度很高、嗯、特别这种局面我觉得他的应该是不会犯什么错误的，这个局面也非常常见了，嗯，现在可以，现在就是像我们以前研究定式嘛，很多局部定式的变化啥，现在就是可能半盘都当成定式来看，嗯，如果你点我三三我应该怎么应对，我点你三三怎么应对，它是一个整体的大型的定式可以算是，对，要记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多了，对，背现在很多东西，说实话为什么我觉得我也不太适合现在这种训练方式很多东西其实靠背啊，哦，比记忆力了、嗯、要把前五十手背下来，然后呢然后后面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布局不会亏啊，我布局的胜率不会掉啊、哦、现在就是很容易你布局胜率一掉的话，特别碰到顶尖的你回不来了，你就被滚雪球，这胜率慢慢就越差越大了、哦、就布局要保证前五十手胜率不掉，胜率不掉的话要对于布局各种常见的下法你就得背，现在要背布局，我们以前说背定式，嗯，对，我们要背一些定式，这个定式的下法现在难度其实是提升的，要背布局，背布局大家可能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在高手肯定是都要做到这一点， 嗯， 嗯，哇，看看他的这个布局，我们来学一下尖几，嗯，长，嗯，这就是非常非常稳健的一种下法了、啊、嗯，就长了长，这个好像原来不是觉得不太舒服吗？
可能也跟配合有关吧。那现在搬的连班不太敢。现在搬了连班的话，是直接搬了连班是吧？可以吗？试一下。我打，你还打吗？别打了。啊，我把这打掉算了，不给你机会。我还怕你不打粘上。哦。那打了打完吧。哦，那我就是得蒸死你。真的不啊？真的死？这个我应该蒸掉了吧，丁老师？啊？这蒸不掉吧？蒸不掉。这我第一感觉应该蒸不掉吧？从这里蒸到这儿，蒸到这儿。说的我有点虚。是，那蒸掉就还行是吧？蒸不掉，感觉骑行就不太好吧？哪怕你有这种点，是不是能把我夹死？也不太不好实现。也很软这个骑行。嗯。何况蒸不掉就不谈了。因为周围白棋子多嘛，白棋子多的话，黑棋战斗可能会有些勉强。它虽然就是这个最安全的一种下法。嗯，最安全的。然后摆的呢是炸。嗯，你这大飞我记得也是 AI 推荐的一手。对，其实我觉得廖元鹤同样吧，就是也属于上升期的棋手，而且势头也挺猛的。对于这些就是深圳旭这些已经成名的棋手，冲击力其实也挺大的。对，看可能一盘棋的发挥了。对，但申真旭现在对这个就感觉很稳啊，申真旭，包括他对朴廷桓不是最近3-0的一个问题，之前对朴廷桓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说是碾压的一种战绩了，因为他跟这个朴廷桓在韩国下的太多了嘛，所以我们总是拿这个来说话，因为朴廷桓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也很强，跟柯洁的胜负也是在五五之数，但是现在。申真旭好像是一种碾压的一个姿态，但柯洁对申真旭战绩还不错。嗯，对，而且我觉得好像之前也有一些中国棋手对申真旭的那个胜率也都还不错的。对，但申真旭也是近一年多嘛，这个是没输过几盘棋，这胜率是非常恐怖的。对，现在白棋是这里。对，大飞出头也是这个之前比赛都出现过好多回了，也是 AI 推荐的，大家就也都学着这么下。我觉得他接下来的这个手段，丁老师，如果让你想一下，你会想得到吗？我当时其实我想过这个，我当时没往这看，我第一感点完拖。这也是个棋形啊。但仔细一看，可能被人搬了连扳顶挡住。不知道满意不满意啊，挡住好像从这搬不过去被连搬了。所以如果拖成立，我觉得拖比他实战这个还好啊。对，这个棋形更，对，所以这个棋形你要我第一感想呢，我会想这个啊，但是想一想呢，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其实不太成立，对方反击可能不是效果特别好。嗯，这个应该还是能想到的吧，这个不行呢就这个呗。啊，就是会在这个地方做文章。对，这个是一种感觉吧，这个其实说实话点完了拖是一种组合拳的一种感觉。对，如果我觉得能走成这样是最好、那爽死了，能这样走、这太开心了，正好点方，这个棋形很舒服，点在白棋方上是非常舒服的。但是白棋会反击。所以他实战的这个下法也就是退而求其次哈。也是一个要点。点完了走这个也挺舒服的，我觉得。把棋顶，它长，挡住，搬起来，等一下。这个目数上还是有收获。哦，这样啊，我就顶。那也把白棋眼给灭了。我觉得像这样应该没有任何不满吧，这个黑棋。哦，就是黑棋自己活了。先手吧，先手捞了一票，有什么不满意？但就唯一的就这几手交换，这边可能变薄了。但现在该黑棋下了，我头在外面，我是不是跳出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是，他就是跳了。好像也比较清楚啊。就是这样。白棋飞也是真心，其实这也该也差不多吧。这半盘其实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两个角时空差不多，然后这方黑的目稍微多了几目棋，但是外面的厚薄应该说白棋比黑棋厚一点。这个头也差不多嘛，黑的这个头，白棋这个头也差不多。中间这串感觉白棋应该稍微厚一点，但黑棋这稍微目数好一点，但先手还在黑棋手里，局势还是一个军事。应该还是一个军事的局面。然后他又抢先一步把33给点了。
嗯，继续点，继续点。我觉得这个时候点是不是有一点捞得过了呢？毕竟这里薄呀，总感觉给对方如果再输一个外事，嗯，会对自己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倒还好，我是觉得这块棋离得有点远，离得确实有点远。嗯，而这个说实话，这个头还是很畅的。嗯，这个棋足够长嘛？嗯，棋长一尺，无眼自活。当然不是说无眼，嗯，没眼肉你就能活，但这句话告诉大家，棋长它的生存的弹性、活力其实是充足的。嗯，所以那从实地上来说，就是点三三，因为是实地最好的选择。这个时候就是捞了，就捞空，而且不担心你从这成空。毕竟这地方还漏着风，嗯，想为这个空还是，比较辛苦。丁老师还挺欣赏这个点三三的。我不是欣赏，反正也习惯了。习惯了，觉得就是他了。就是，现在公认嘛，嗯，那对实地最好的下法，点三三嘛。嗯。啊，捞呗，把空捞了。把空捞掉，正好跳在这儿嘛，跳在这儿也是对白棋模样的一种限制。正好实空一捞，中间头一出，嗯，挺好的吗？好像很清楚啊。好，飞吧，他是，对，没有走脱，顶了班，嗯，也简单。脱了班，脱的话，现在是不是有可能担心米氏飞刀就没变化，应该波及过来了，所以就顶了班，更加的稳健一点吧。嗯，局部来说，平稳的度过了，嗯，班下，稍微断，嗯。嗯，全部硬住。对，这样讲，黑的先手捞了个角。对，干黑几下，点一个。嗯，这种点肯定也是 AI 推荐的选点，一种骚扰，一种新奇的调子的寻找吧。嗯嗯，白棋肯定不肯老老实实粘上。哦，这个时候如果粘有一点儿背力哈，嗯，就是不肯，嗯，他是虎的，嗯，他想让你硬他一个吧？对，硬肯定是明显便宜到，因为他本身这个不是先手嘛，应该不会硬吧？不会硬，因为黑的也不觉得这个是绝弦啊。哦，对，应该还是这个扳我也不能算你绝弦，嗯，看你什么时候扳了，你扳我还是有脱弦可能的。因为硬的话，这还被立一下，肩啊立啊都是先手，不硬反而没先手。这就是以后再说了。嗯，对，所以暂时也脱先，这俩就看成一个交换了。嗯，然后是飞的，飞这里。嗯，看上去就下的挺好的，就是一看就像好棋。一看这个棋形，他不是光想到这一手，他这个一看就是一个组合的棋形。嗯，他飞一个，人家瞄着这个跳。那是这个正嘛？对，正过来很大。那你是得跳出，这个不能被正。跳出之后，他是选择这个。我觉得这两手其实关联的，它是一个整体的构思在里边。嗯嗯，这棋形下来就很舒展啊。他白棋就反击了。嗯，就反击了。不给你那么爽。对，我要想让你粘上，我靠。对，因为他不反击，他现在这下一手有点麻。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这边出头的话没价值。如果只能这样的话，有点效率有点低。嗯，因为这地方不是下棋的地方，没什么子效。不满意。嗯，也是一种寻求调子，也是看看黑棋的态度。嗯，这地方黑棋表现得很强硬，就贴住。因为如果你粘上的话，这一靠好像有点麻烦。对啊，我就说，如果你粘住我一靠，好像要把你给从中间。嗯，扯出点东西来，这样的话棋形反而是有些问题的。嗯，所以他这个贴应该也是之前想好的。我这个贴住白棋实战就他是使出了这个大俗手啊。嗯，很猛啊。但是如果有力是不是也行啊？那像这种棋走出来，他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收获才行啊。不然的话为什么说俗手呢？他就是一个里和外的交换，就是很损外边的。然后他不光是这一个俗手啊，这一方还要冲断。他冲断的话要断在这儿，先要忍受一下这个。这个只好忍。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白棋的冲击对黑棋没有太明显的收获，这几手棋亏损是相当严重的。那这个棋想把黑棋怎么着呢？能有什么分段他呀？
怎么个分段？这压肯定不行，压我一挖，肯定不行吧？啊，对吧？这你分不断我。我顶吧。啊，你只能顶。顶的话，顶的话，我要不要啊？怎么感觉要不要都行呢？哦，我靠，你要不要啊？你要吃我这个了，嗯、我搬。我虎呢？感觉白棋也很碎啊。意思是我如果比如说粘住，我再退，你是要虎出来吗？我反正没有那么舒服。嗯，可能也不能吼出来，不能吼出来吧，这些这不吼这也不行啊。这个图，白棋还是太薄了。但是白棋如果不顶，从这打断呢？啊、哦，从这打断行不行？从打断行是行，但有什么效果吗？很一般吧。效果把这两个分断了。你也不能不硬吧？我硬啊，因为我继续站。哦，这有个点。这个地方，这个白的不黑的很有弹性，这跳都是先手，走空间太大了，有点粘不动的感觉，感觉这个下法白棋有点，看上去是把黑棋分断了，但之后的操作，我们摆了几个图，白棋都不是很满意。这是走招。什么意思？他是想问问你，我觉得他是这样想。我觉得是跟这个压有关系。对，这个如果可以粘上，嗯，我压你，我就可以压了。你这个挖不成立了。如果挖，我打这个，打完长，把你给断了。嗯，这个黑的是不是不行啊？这下成这样肯定是不行了，这个就已经事已至此的可能是不行了，所以黑这也不粘了，粘一个重击，因为压这个挖还是要点，如果挖不了，这期只能长的话，嗯，不能行粘上，如果你只能长把它粘上，这里边这个杀气好像黑的不行，黑的主要不能杀，这个是后手分段，哦、对，这黑棋是后手分段，因为这有断点，是的，所以这样黑的不成立，是的。所以这步猴也是小心机啊，这地方瞄着这个后续手段，但是申真旭毕竟是申真旭啊，还是这个还是肯定是识破了的，对，这个错误是不会犯的，嗯，应该很扎实，就吃在这，他都不是飞刺，这吃很扎实，这样形成转换，这个转换白棋在下方肯定是有收获，就白棋现在冲断嘛，把这吃了，啊，他先断上面，然后吃，这个粘上，小尖在这儿，反正在这儿肯定是一个好悬点，因为如果你爬过的话，这地方还欠着这个。对，这边一点的时候，如果只能粘上，那真的这个棋，那这些时控亏太多了，这还没黑棋渡回去得的目多。嗯，这个一点透心凉了。嗯，这个小尖呢，它不光是目数，这个本身就比这可能还好点。嗯，它关键是对脚上的威胁，你不走将了虎，这个对脚上差很多。但整体上来说，我是觉得白棋这地方有收获，但收获很大吗？我觉得，就单从目数来说的话，没多少吧，确实没多少。但是目数是这样，实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摆到最后局部这个定型来跟大家再来判断。这打完一冲，我就挡住。那黑棋这局部有一个跳的妙手，这是一个我们常用的一个手筋。啊，这个的用意是想要争先手。对，就是用意就是你如果不理我，我这样这样可以打掉；你不理我的话，打完一挤，这个劫你。真的敢不应我吗？这个劫就有点，这可是白棋的一个超级定时炸弹。你脱先是可以脱先，我暂时也不会引爆。嗯、但是由于这个劫的存在，一定会限制住白棋未来的这个应外边战斗的手脚，放不开了。它这个的位置就远远比这个要强多了。也就是说，黑棋走在这儿呢，白多一个大劫，白来的，开不开是我的事儿。怕不怕？你先对，想想，你要想一想了。时刻这个揣着一炸弹。对，这个炸弹主要这炸弹很猛，这炸弹可能全炸死了，这周围全对全碎了，波及的很大。所以白棋还是得补。所
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挂沾了。挂沾，也就是说他承认黑棋跳是好棋，这是黑棋的权利。好，像这样，那这样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我刚刚为什么说白棋实地收获很小呢？我甚至于将来收官，我还有，我把你一样的，对吧？哦，这个好像是一个著名变化嘛，白棋这儿连一这没目，这挡都挡不住啊，眼都是没有的。那不慌，不是不说眼了，就说目数。对，就走，大家要注意。你走半天，白棋其实没长目，这一共长了三四目棋。对，对吧？然后这地方黑棋打也打回去了，黑棋少的目数少的也有限。主要我们不要小看这几手损啊。嗯。这外面黑的现在比刚才白棋跳的时候要厚很多啊。对。那整体上来看，白棋这个只是不能满意了一个度过，而且我们还要总结啊，这一串我们再判断，但是我们别忘了一个前提是白棋花了一手棋，现在该黑棋下了。嗯，白棋从这个跳开始落了一个后手。是的。啊，我们就算白棋这收获黑的收获什么感觉上差不多，那你花了一手棋啊，白棋落了一个后手，这一下形势应该不好了，我感觉啊。嗯、这下形势应该是比较的吃紧了，那冲击还是着急了哈、啊，还是有点着急感觉。嗯，没有收获，花了一手棋，走到啥了？有点头疼。现在还该黑棋下。对，黑棋是拆了。嗯，就是这个先手其实挺重要的。啊，那当然了。嗯，要是这个地方。嗯，黑的只能单立，其实白棋也还算，嗯嗯，也还算可以。黑跳一个手筋，这个大家也学习了啊、嗯，常用的一个手筋。对。然后现在黑的拆，嗯，白的搬。反正我觉得这申真旭这下的是真好，就没有别的可以形容了，就是好，嗯、真好，这下法、嗯，这个就看黑的大局啊。嗯，大局把脚看清了，我觉得真的也是这种感觉，思路就是好。看这个思路哈，一下子自己就厚了，嗯、这个断打也就无疾而终了。不从前面开始，你这飞这个飞过来，然后这走啊走，还很好看，嗯、对，又很潇洒。就这个其实我们看上去，我不知道棋迷朋友们对就有没有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我是。快被圈粉了，这下法啊、哦！丁老师已经被折服了，下的确实好啊。嗯嗯，整体的思路清晰明了，嗯，大局确实下的是很好，成为了申真旭的铁粉。你说这个劫，嗯，黑的确实很轻啊，我觉得这没多大这个东西，就是你说死了也就。死了就吃的确实不舒服，比如说这个劫我打输了、嗯、你怎么吃我你粘住，你只能粘住吗？如果你提你不能再画一手吗？你粘住粘住，将来我外面小尖你这个恶不恶心，是你硬不硬，硬完之后断你这个收气吃、太就是越来越缩水的情况。对，就是本身这个脚可能价值二十多目，但是呢还要被搓，还要被这欺负就感觉不可，而且黑棋走在外面本身每招棋它就是绝好点、嗯、就是大场，嗯，所以在这个地方感觉黑棋更从容的一种选择。没错，哎呀，这个棋白棋也只好跟他打劫了，是吧？打劫黑找了个劫先搬一下，好劫才对，然后提掉，嗯，提掉白棋是冲击。哦，白棋现在要想办法，白棋走这个，他的想法是让黑棋在这儿跟着他硬，是吧？补一补啊什么的。白棋不能让黑棋太舒服，这个棋呢，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棋感吧。嗯。还是要威胁一下黑棋的既有的弱点，这地方还有打了长。嗯。这地方还是要冲击一下黑棋的保卫。嗯。不然以后再被黑棋再走下去，这效率也太高了，这成空了，不像话呀。对，这手棋想要问问你怎么办？对，你补回去的话，就那什么啊？它是尖的一个，这儿，这个应该不是找劫吧？就是问他的应手。对，问应手，看你冲不冲这个，还
还是贴还是冲，麻利一下，还是拐。冲掉怎么样呢？亏了。冲掉的话，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这个拐，将来这里如果有个拐的话，我脱先不提打吃，那我活了呀，也没进就立一个。我进火，那我这两个没有呢？没有，如果先扑，没有先扑呢？提，也是提。那我搬这个，冲了家，冲不见得算先手吧？哦，这边是活的，或者我先点，就感觉应该有点区别吧？我先点，先点好像有气。应该是有点区别的。感觉上这步冲跟死活会有点关系，所以他这个尖其实也是对的，是吧？就是让你这个拐彻底变后手。麻呀，因为你如果想让拐变先手，其实你现在走将来拐应该是先手了，这冲都没了。但是你得先忍受一下这个。对，这个不舒服。白的不肯忍，白被人家多一次。对，所以白就要选择冲。这样的话，拐基本上就是绝后了，绝对的后手。那就是这个是他的真实意图，然后他我觉得有点凶。丁老师刚才你说他很流畅哈，但是露出了一个狰狞的面目，断掉了啊，这个就凶了，这个肯定是凶。他断掉的意思是觉得自己劫财有利吧。我别的不说，这个东西这不好多劫残，这还断。这个劫确实是损失稍微有点损，弄啊是白的，稍微有点损，但是这个劫还是很好的劫啊。看他啊，他提劫。然后呢，他找劫是断了。断，这也是现成的。对，现成的，那还麻你打哪边？还麻呢。对，打这个将来这一打。这还不损，还有一点不舒服，这还不是很损。他现在是走提劫的时候，白的找哪个劫？白跳了一个，没劫啦。白的也不是没劫，但是白的劫他找起来都会有些损嘛，他怎么找？你有是有啊，打一下算吗？肯定算。那我不能打一下算，打完没有那个打算吗？肯定也算。哦，能扑也算啊。扑，不算了。扑真不见得是劫啊。这边还能借用吧？说不定我还有可能跳，应该不会跳，不知道，不见得是劫。如果是的话，扑可能还是不错的一枚吧。对啊，总比打这些就是能损的要强得多。那像这个。没有好的理由吧，这白棋从这棋理上来说，廖元鹤这个跳也是挺沉得住气的感觉，往里靠啊。他提了，对，靠，跳完一靠黑的小尖。在这边又开始，白棋还是薄这棋。丁老师，我怎么觉得看得这么晕呢？这棋就是黑棋从这儿又捡出来了，这能成立吗？其实我觉得可能白棋会晕一点，黑的好像挺清楚的。黑的就是目的是黑的从这边联络呀。不是，我是长气，你要是再跟着我走啊，比如说你松松的走，我这扳断就成立了啊。我在长气呢。那又不能在这边走，在这边走我这一跳你提大不了我粘上吧。黑的这个劫不是一劫还要打呀，你提我可以粘上。那白的这啥意思？白的这个苦活，这苦活得爬二路，爬完二路这外面棋就不对了。这不能下，难了这棋。这黑的一小尖，白棋这个局部不好定型。你先提个结看看到底你粘不粘。对，先让你反正你粘回去我舒服一下再说。粘你现在提没有心情粘吧，应该不会粘是吗？他实战也没粘，他就搬过来。继续打这结呗。打吃有可能未来会形成转换，损了点，
损了点，就是这个结我要跟你好好打一打。嗯，沾上。损了一只眼。嗯，顾不得了，踢。白的从哪了？冲啊！哦，从那直接硬正面来了，这个好像能行吗？肯定不能行啊，这能行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只能把那个劫想办法打赢了。关键现在打提掉是吧？提啊，现在只能提吧。哦，如果能打赢的话倒是也行，黑的撞在墙壁上。但是还需要三手棋啊。对啊对啊，还需要三手才能。三手棋我是觉得黑棋外面走走，比如说贴一贴贴一贴，然后再随便占个大场，白的把角吃了是不是也不行。嗯，就是刚刚为什么说脚没有那么大，这手术花太多了，脚上确实是难受，对不起。嗯，哎呀，哇，走什么了？他是踢劫的。嗯，踢劫黑棋冲了一个。哦，冲完提劫，白棋是跑这个。对，下了血本了这个。李老师一下子看到这个棋很有冲击力啊，还打劫，他就是为了找劫财。不这么下不行吗？就是是为了找劫财，你找的劫财损这么多，我找的劫财美滋滋啊。啊，李老师，这怎么跟我打？这个我还硬啊，我不硬也不行是吧？那不硬外面不死光了吗？要？那你意思是你就这个，然后再来？不是，问题是你不硬，你那儿那是个缓一气劫，我们现在看。哎，是。现在这个劫黑的脱先，白的消不了。嗯。我可以走完你的出头，我继续跟你打，不吐了，我就全是劫财，这可就瞻前顾后了呀。这个有点被虐待的感觉。这不对了，这棋不对了，这个硬劫那能顶得住吗？黑的找的劫都是不损的，白棋每手棋每手棋在这吐血，白的每个劫都在吐血。对，他在跑征子这个看上去确实有点为难。他在跑征子，是他跑。 我有点懵，他就跑也不提了。嗯，他现在没办法提，他必须要跑一下。跑，必须要跑一下。就是我不然的话，我不直接被你提了吗？现在这样，你最起码得加我吧？啊？我不走。我应该都不是什么提啊加的，我肯定是全给你兜了呀。我还在这加这个呢，我不推过来，不全推死了？是，可是白的，这损的也太多了吧？嗯。这劫打赢了也有点意想不到啊。这劫打赢了惨，这也不能够吧。对，有点惨。嗯，这个棋有点出乎意料，突然之间有点。嗯，就像您说的，他就白的现在提劫了。嗯，黑的贴过来了。你跑个什么劲儿啊？无所谓，就你觉得直接提吧，不然是吧？也一样，也一样，这差不多吧。然后白的再提，黑的再提。对，这个已经是黑的，我觉得，嗯，肯定是最简明的下法了。就是黑的已经比较仁慈了，是吗？就是没跟他复杂。就是胜利宣言呗。便宜。不是便宜的，这不是便宜的问题吧？嗯。这白的应该是没法弄了吧？这能是便宜吗？白棋还在这棋呢。对，白棋提，白棋还得花一手。这然后黑的又盖黑棋下，黑的外面再走个大场。嗯，这个我感觉黑棋吃的已经不比那个小了，然后外面的人说这些便宜都白占呢。就是这个地方中央的获得嘛，是吧？其他地方还好吧？其他地方都还好，其他地方正常劫财，甚至于黑的这还损了一些。嗯，其他地方都好，但这个中央。因为我们当时脱先是从这步棋开始啊，嗯，黑的这个包括飞，这都是脱先获得的利益啊。黑的不光是这的目数，包括这道后势，加上这个小飞，都是黑棋这地方的收获。白棋就是那个角，角上吃了十二十目棋，加上黑的大概25目棋吧，这
叫二十五目棋，嗯，我光这十控是四十五十的棋，二十二三差不多了，就双方目数差不多了，黑的这多了一道墙加一个小飞，这是可能这个战役黑棋赚出来的。是感觉这个结果才能这样子是有点出乎意料啊，白的输飞了吧，现在没拿到什么好的中方案，这都不是很好拼了，这中府太薄了，这有断点，嗯，实控白棋现在也不对呀、啊、白的其实目也不多呀，这两个差不多，主要是这个角是吧，就是这儿吃了的、这个这个应该输挺多的了。对，我们来讲棋的时候，其实我在一楼还碰见那个小廖了，嗯，然后他当时拿着手机在看，我当时知道他那个结果了，但是我当时想，可能他也有点郁闷吧，就没有问他，可能这个棋下成这样，他自己是不是也会觉得有点不发挥啊。讲棋的时候就已经下完了，嗯，我来的时候就三点前这就下完了是吗？对对对。那这个应该是不对了，这个时候这个棋白棋为了吃这块棋花了四手棋花了四手棋，你们想吗，从这搬开什么二三四，哦他是这样，他得打个结，打一下打这个四手棋、嗯、四手棋吃了一块，你顶天算三十目，嗯，你除一下每手棋的价值也很小，十来目吧，都不到，到，嗯，肯定是不太对，不够，是不够。但是这个还是要继续下呀，这个不能，棋盘还很空旷嘛，有一点苦闷，在这个阶段，但是我们也经常会见到胜率被对方九十九了，然后还是可以逆转的棋的，对对对，包括之前好像看的就是申真旭吧。甚至是跟许家阳有一盘什么比赛啊、哦、逆转的，反正这当时好像许家阳胜率90%了、就是、对对对，是的，然后就逆转了，所以这个也棋盘还很空，对，还很空，还得下，棋盘还没定型呢，对，大斜爬黑的小尖，黑的就很稳了，嗯，打吃，黑的打吃，打吃是为了防这个一路都打，嗯嗯，先有交换一下，防那些都打。好，搬起来。查。黑的就是。黑的就是拆拆二，收收将。不，因为黑棋现在实控好呀。嗯。这个棋现在黑的跟厚薄其实没什么关系了，这个棋就是收控了，黑的就是控多。哎呀，这个棋它是打了跳吧？是吧？好，打一下。跳进来。嗯。破空，嗯，提了，对，破后，对，扑，嗯，提，哎，他拐这个，他就当先手了，冲了一下，紧了一气，紧了一气怎么样？丁老师打了一，点死点，哎，紧了一气是什么？哦，点这里啊，点完一拖打结活是吧？嗯，紧了一气，你现在不能虎了嘛？嗯，刚才没紧气的点这个虎是先生，你现在只能粘了。我这气拖是个打结活，妈，拖不是粘上粘住呢，有什么用？怎么杀我这个地方？哎呀，现场死活体，打吃这个肯定不行，对吧？但是这个我可以立在这儿，这杀不了啊。对啊，我也没看出来怎么杀呀，点它可以粘、杀不了啊，点这个也杀不了啊，你这个我就唬住就行，唬住我打你后边踢了，哦，点我粘上，你是骗我啊、哦、这样行，你尝尝，我再立、哦、看看啊，也是双活呀，没用啊，打这个，你走这个、没用没用，对对对，点这个也没用，点这个也没用，那还有、这个、看一下啊，长长我猴啊，是吧，不然只能爬，是，那等于这是一个几目棋呢，一二
啊，木鼠啊，没有几木棋，木鼠太小了，五木棋吧。嗯嗯，不用硬啊。那他怎么硬了一个呢？赢太多了是吗？这个为什么要硬？嗯，他实战的是力量，不知道。对，这个反正没算出来咋杀。对，没看出来，因为白棋其实第一感会是挡这个，嗯，但是挡这个好像就这里就行。嗯，行啊，是吧，丁老师？行啊，嗯，没算出来，不知道，不是玄机在哪里呀、啊？还是硬啊？嗯，还是扎实点。嗯，赢太多了。嗯，跳，跳，嗯，小尖。像这种情况，人家拐就硬，特别像 AI 啊，不是？这时候已经不是像不像这个的，就你觉得都行？它确实是，反正本来也有一定价值，嗯，也还好，也还好，对，它不是一个让你特别觉得没价值的棋，对对。那白棋现在要在脚上来做点文章了，这是对于这盘棋最后的倔强吧。最后的倔强就是要在这儿整出点东西、不够了吗？空不够了、搞一搞、也是一种态度。好的，至少态度比李东勋好呀。说我们上一盘棋的这个对局啊、上一盘主要是太突然了，他本来没有到那个境地，嗯，他突然那个什么有点可能自己也接受不了。对，是不是这个也有可能跟比如说网络对局也有一定的关系呢？会吗？就是比如说面对面和面对面网络会再坚持一下，会不会有差别？不知道，我是觉得没啥差别嘛，主要是还是看棋，你觉得行你就下，你觉得实在不行了就算了。就算了，嗯，好吧，他实战呢现在是考段，想要在这儿跟人家注点东西。这一串感觉上还是有点道理的，看上去像是个组合拳。申真旭在这判断就很清晰，嗯，但不管怎么说，白棋那还是有所收获的吧？对呀、这个从局部来说，白棋总还是满意的。嗯，你的全部跟着应，白棋就度过。对。这还是应该说捞回一些，木数上是把它又拉回来一些啊。但是申真旭他这么下肯定也是这样厚啊，黑的这样好下，这扳越来越厚了，中府白棋还得连，还得单关连。但是也还好吧，丁老师，这不是尖这个是先手吗？啊、哦，这个是先手，那但就这地方可能，那你要割下来我这个字啊？割得下来吗？能割下来吗？靠一个还是有东西啊？嗯，我就冲嘛，你就这样割下来，那边再走。反正有一点，反正还是有点薄位吧，啊、要薄位吧。这扳本身又厚。嗯，这个棋下成了这样，还是扳过来非常厚，是吧？嗯，然后打了，然后飞，摆的飞中间，铺了地，这个也是为了后，因为你不走的话，几个是先手，这方还有断点。他这个本身力也目数挺大的，变厚了。嗯，黑的还是下的厚。黑的在这个时候把它点一个，点刺。不是，我是觉得这串白棋确实看上去收获不小啊。嗯，目数便宜不少，感觉。可能便宜不止一个天目吧。那么多啊？嗯，本来你这不都是你的空吗？这儿。啊，那这损的这也得、也得算进去吧？这个、也得刨出去。光看你得的、那黑的不是太亏了吗？对对对，就是但是整体的账应该还是便宜的，那、便宜应该没那么多，但还是便宜的。这个其实我在，这感觉我没点目啊，感觉追回不少。嗯，
木树上哈、啊。嗯，然后白刺啊，这个时候你看黑就反击了，他是跳的，跳黑的不粘了啊，因为这冲打吃没理由粘是吧？没理由粘反击了。他是什么意思？就如果你要是贴，我就往前冲是吧？就跟着走，不是什么意思啊？那我总比粘上积极啊。粘上我跳是在补棋啊。对，白的，但是有了这个词之后，它就可以搬了。嗯，搬是什么呢？我如果搬你，你就连搬我。可能是吧，连搬，对，只有连搬你，你不好走了。你如果搬我连搬，你不好走了，你打不断我。为什么打不断？你打断完走什么呀？然后呢？下一手呢？这边有点问题。你那边补我长完一贴死了。不长也行。不长也行。不长我怕你打完打完冲出去、啊。冲过去啊！这给我粘、啊。我长一下不亏啊、哦。是是是。这出大事了！你要这么下，可能这棋坏了。对。啊，所以这扳。这个还不能太轻松。嗯，这扳不能这个什么，只能断。那这样我感觉白棋有收获呀，这棋又便宜了吧？嗯、这木数感觉抠了好多回来。哎，是的呢，而且这个底下这个不是也对自己有帮助吗？这木数便宜很多呀，这抽将来打吃这木数、嗯，很舒服啊。对，这棋是不是有可能能有点转机呢？再见。应该也是中规中矩的一手，挺大的，不知道有没有转机啊？感觉提，出了提这个和大吗？不小是吧？没打、哦，没打，总是他的。嗯，跳。哦。就是也是进入收官的一个漫长的情况了。嗯，打了粘上跳，这个有得有失吧，这边就变薄一点。啊，因为他尖到这儿了，那还好。这飞，摆在中间是不是还是薄一点啊？对，中间还得花一手棋吧，感觉。这怎么还在断黑棋呢？嗯，这怎么还在断黑棋呢？啊，这有冲，黑的打一下也是防冲。怎么了？对，差打一下是防这冲完断冲这个。嗯，防住。冲，哦，现在就是冲的话，我不要这俩是吧？把你断进来就完。啊，全吃了。对对对。嗯，看他是打一下算了，没棋啊，这个黑的还是没棋就算了。这个我感觉白棋已经收的很好了。对啊，感觉白棋不是已经在这个中间把它挤压的已经这个空间很小了。我们看本来黑棋挺大的，现在被这抠了几把，这抠的已经目数没剩多少了，这个角目数也变少了。哦，白棋从这个靠开始，这个棋收获很大，应该是便宜很多。对啊，对啊，嗯，然后他是打劫了。打劫啊，这是黑棋的权利。也就好个半目。你说打也比打这个？嗯。那好半目，那明显能打回去啊。黑的现在劫才还是好，现在黑棋后嘛，是用全劫，冲全劫。嗯。这肯定是没办法，只能回去的。嗯。还是提。就是除非你不回去，你被我提一下，但这个是不是还是大呀？提一下，他觉得这个大。是啊。哦，提一下死了是吧？对呀。这不能回去。就冲。嗯，主要他有这种好劫材嘛，这就是黑棋的权利。提是按上粘住，这白棋有点难受啊。要那个时候打在这儿的话就好一点。打这儿跟劫材都有关系，因为当时还没爬呢。你打在这儿的话，哦，跟这拐有关系。劫也有关。嗯。哎呀，他粘回去了，然后黑的是靠。嗯，靠这里。嗯，这有棋吗？哦。
原来是这样。死了，顶断。嗯。啊，这一直欠他的这个东西，飞一个没补住。这儿没办法了吗？利用一些气井啊。没办法吧。啊，我。气井是井，打一拳打都给你没，这个还是挺厚的。就是只能是眼见的，比如说，啥也没有，我什么都混不到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挺清楚的这个。我断你一个。就走呗，这是瞄，你就唬一个，瞄着吓唬我什么？你就唬一个，我这也不可能做出俩眼。俩眼也太难了吧。活不了，活不了，没法顽强了。活不了，活不了，俩眼不够。这个地方居然被顶死了。但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当时不飞这个嘛，不飞你肯定能补。跳一个，敢跳吧？一个敢，这也总是丢点什么，敢倒是敢的丢点，对吧？或者稳健点，这个算坚硬，我觉得坚硬的本手吧。但他肯定是因为不够吧，他一下很沉，本身飞比肩好吗也难说啊。是不是也难说哪个好，你说飞一个和肩是吧？我觉得也难说。难说。那他肩一个本手嘛，肩一个这棋会不会还有点机会啊，也应该也不够吧。不知道木怎么样。应该是要差一点。那确实追回很多了，那前那个转换完下完确实输的有点多。对。那转换。不太成比例，这个价值，那这盘棋后来是飞顶断的时候就认输了。哦，这样的时候就没法继续了。对。哎呀，这个那申真旭也挺那个，他还是看得很仔细啊。因为他之前先不打那边的劫嘛，可能也利用这个打将的时间，把这个看得更清楚。对，到这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这个时候白棋就认输了。总体上还是申真旭发挥好的一盘棋啊。申真旭还是前半盘胜率就一直挺好的，很稳健。主要这些棋下的确实漂亮，什么飞完照，这个逼完一飞，就我觉得飘清楚啊，非常的清晰，很清楚。受到了丁老师的多次赞扬。是下得好。廖元鹤的话，可能这个我觉得这冲击才草率，是吧？但是他当时走到这儿，他不表态也不行啊，马上就要表态。对，就是感觉一步一步被别人压制着，就是想反抗，但是反抗又勉强，这种感觉就很压抑、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啊。那种被人家控制住了。后来没什么好办法。没什么办法。等于说后来虽然说打了个劫，打了劫太勉强了，所以说打劫太勉强，劫财不利，找一些损劫，黑棋就弃了就可以了。实战就是黑棋判断也很清楚。那这个棋丁老师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其他这个棋手的一个就是32强其他棋手的一个情况吧。成绩是吧？对，我们来尝试着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讲的两盘棋，申真旭是获胜，刚才柯洁也获胜了。咱们这个，我来看看啊，都比较顺利的过关了啊。谢尔豪是怎么样的呢？哟，这个还不好使，得点进去，点前面，点。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好，我们看看黑半目胜啊，谢尔豪是赢了朴廷桓的。谢尔豪赢，这是焦点战啊。对。我去他们那个对局室看的时候，正好他们下完，但是我不知道谁赢了。然后当时这个电脑出了问题，特别有意思。那个谢尔豪的电脑上一直在弹一个框出来，哐哐哐哐哐一直在弹。然后谢尔豪非常冷静，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就在那坐着。然后那个不是有裁判嘛，赶紧去看。
然后这个馅儿还告诉人家已经下完了，就很有意思。当时我们以为啊，出什么事儿了？嗯，赢半亩，对，半亩获胜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盘，非常好。那十六强的话呢，我们之后啊，明天还有十六强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对局，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天元围棋频道为您带来的直播。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